准备了一些精彩的一个文，所以我刚刚看了一下，题目都是有点深度哦。好，哎，先把问题问一下，我看现场大家的反应是如何。问题一，请问今年桃园拿下总冠军，得到 MVP， 获得一台 Skoda C 机构的是谁？哎，对对对，我们先知道。享受壁咚或被壁咚，开开立的签名球一颗，直接现场带回家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来跟请快快这边，那我们这边呢，没关系，那边先处理我们投稿，他们就会把这问题整合一下，告诉大家。来，请问，今年是 Skoda 跟 Amigo 合作第几年？哦，这一题又是相当的有气势哦，那别忘了我们主场小飞机啊。这边继续来抄下一位幸运的哦。来，请发问。请问今年，今年好。中华职棒的年度救援王是谁？让大家开心的一题，来，我们题目还有吗？好，还有嘞，大家相当，我看大家知道的都不太踊跃哦。来，我来抽一题，好像我看题目还有多，对不对？好，我来抽一题，最后两题好了，我全部抽掉，你们大放送一下。你比如说，你先给，你先签字，然后变几秒，来计时开始。好，不是就一起翻盘，很好，一个翻再一个翻，不是一起好。翻完题，男生翻，哦，都不对。哎，这个蓝色长得很像哦。蓝色怎么又出现了？好，那球星冒出点来，来一起合影一下哦。这个 S 比出来，来右手边的朋友，好，来左手边。向镜朋友准备好了，来，我们的 S 西格兰的